看看新闻网。不过另外一个爱晒娃娃的妈妈就完全不能够用暖来形容了，必须是多。七个月喽，妈妈爱你，会翻身了，妈妈爱你，会笑了，妈妈的世界圆满喽。我说大 S， 就算是带孩子不能拍戏，你也不能够总拿宝宝播版面不是？看看你家妹妹小 S， 人家有三个娃呢，晒照片了吗？天天晒了吗？因为你也知道明星也不知道能红多久，所以现在赶快帮自己那个不红之后的生活好好打算一下。自从开了胖达人面包店，生意火了，挣钱了，生意倒了，名气挣了，咱小 S 的新闻日日上头条，根本不用靠孩子博眼球。大 S 啊，你可得好好跟妹妹学习学习呢。